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上 algebraic formula，这一个是 form two 第三课的。然后可是呢，它在 SPM 的时候，它还是会出这样的题目。然后它在这一边，它就会讲 express m in term of h and k 的时候，那你看这个 express m 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把 m 写成 subject，你把这一个写成 subject。什么东西是 subject 呢？就是它自己本身 left hand side 自己一个，OK，另一边没有它的存在，不可以有它的存在。OK，好，所以在这边我把它二乘上去，然后我就有 square root k 加 m 等于 2h，然后我把我的 square 搬过去，square root 搬过去变成 square，所以呢 k 加 m 等于 2h 的 square，然后 2h 的 square 呢，它其实是 4h square，然后我现在要的是 m 嘛，所以我就把这个 k 搬过去，所以我就剩下的是我的 m 等于 4h square 减 k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就是它单独自己一个。OK，left hand side 单独自己一个，然后另一边没有它。OK，另一边没有它。OK，M 这边有，如果这边有 M 的话，你要把 M 搬过来，然后再抽出来这样。OK，好，来我们接着看这一题，在这一边它要 express M in term of 这一个东西，所以我要的是剩下 M 而已。所以由 M 呢，我让它变成独立。这一个我这边有 M 了，所以我把我的8搬过去。所以我就有 k 加8等于 km，我要剩下 m 而已，我把 k 除下去，所以我的 k 加8除 k 等于 m，所以你重新写 m 等于 k 加8除 k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记得你的这一个一定要写在 left hand side 的，你在 right hand side 你这样步骤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写，可是你到了最后你还是要这样写成这样。OK，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 express k in term of y，所以我要的是 k。所以你把没有 k 的东西搬去另一边，你把3搬过去，所以我的 k square 减7等于 3y，然后我的 k square 等于3y 加7，然后我的 k 的时候，你的 square 你搬过去的时候呢，它会变成加减 square root 3y 加7。OK，你在 form four 的时候呢，严格来讲它应该是这样，可是如果你在 form three 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一个你写成 k 等于，OK，你 form two form three 的时候呢，你写成 k 等于 square root。3y 加7，OK，你的老师也是会接受的，OK。